点啊。我非常高兴，从1985年来到中山，我看到了中山的 DNA， 那一种就是海纳百川，然后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山不得了的一个 DNA。那也一路在中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校园文化、校园的 DNA， 我有一定程度的被启发，所以我不晓得我的能耐到底在哪里，但是我今天所有。如果能够为这个学校有一些贡献，我觉得那都是来自于我们同仁，不管老师或者行政同仁，他们在很多为人处事都给我非常多的一些学习跟启发。我们面对的挑战，中山的挑战，不因为哪一个校长改变，他一定都会在随着时间的轨迹上持续存在。那我们每一个，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上，我想我们都应该大家形成一个团队，然后共同面对问题，用我们的创意来克服外在的挑战。这巧克力下来前不是必没有，结果一定是美好。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们。任重道远，谢谢。祝福校长，祝福校长，来谢谢校长，爱你哦。谢谢校长，谢谢你，感谢校长，祝福校长，感谢校长，谢谢校长，学生生活，学生，谢谢校长，找朋友，准备。